下午的3:42，今天呢4月15号啊，我们环球邮报台湾539的会员们，大家午安啊。那么刚刚社长已经公布了，社长在台湾彩券公司买的四字牌，以后我们都会公布四字牌。我们报全车一支，后谢1000。今天全车参加我的奈不要钱，只要你打电话来给我，用我的奈，打我的奈，我是免费报给你。我并没有传给你，我传给你的是四支，你需要全车一支，我就免费的赠送给你。参加我的奈是免费赠送啊。各位凭本事赚钱啊，经济实在太不景气了啊，股票最近今天已经涨到了17000了啊，涨了200多点，我们539要加加油啊。今天有中奖了，我也答应这个彪啊，分他个20块吃个红，贴点他这个下午茶的钱，他200块给他付1成小费啊。虽然我们是小儿科没有钱，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啊！各位什么都要钱，你不要骗人，尤其社长是个残障的人士啊，什么都要认清自己啊！各位最近中奖到现在还没看到有吃红的钱给我，已经快2个月了。那社长都是凭着自己在台湾彩券公司买的钱，赚大概14000-15000块的零用钱，还不是一挥二死了啊！好，那么今天有需要全车的人请打电话打奈给我，我就报一支给你，中奖几率80%以上啊，车长第六感很重的人啊，赶快打电话来给我，用我的奈，打电话不接受要参加我的奈才可以。